等候，好奇一切随你放纵，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醒不来的梦，上不着的天空，医不好的痛，骗不着的想念，松不开的手，忘不了的梦梦梦，你是我寻觅不到的风。没有啊，今天有点变化，就是头发分缝变了。晚上好。喝不完的酒，愈合不了的伤口。晚上好。谢谢茶山哥，谢谢我们的闲逛小游客，也谢谢我们的天涯哥。如果你没有彻底忘了我，偶尔也会想起我，那么我的心就随你折磨。我是不是不适合唱这样的歌？我唱这样的歌我就自己觉得怪怪的。一切随你放纵，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欢迎守护团的兄弟们，欢迎白灵哥，欢迎我们家许仙哥，欢迎俊哥，欢迎我们家牛牛哥，也欢迎我们的二哥，以及我们的茶圣哥，还有阿星哥，以及我们的咖啡猫。哎，是不是我没有弄那个什么？好了。噔噔噔噔噔噔，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兄弟们回家啊！大家晚上好。今天乱斗有赏金吗？今天乱斗好不是三号有吗？是今天就有了吗？欢迎轮回指导哥，欢迎咱守护团的兄弟们回家，上个电视了啊！还有真爱团的兄弟们，刚刚回家的兄弟们，真爱团记得把包裹留的免费的，还有这个小真爱记得送一送啊！欢迎咱守护团的兄弟们回家。守护团的兄弟们，记得包裹里面有免费的，把免费的也走一走啊！看，又开始飘一波了。晚上好，丫头，晚上好。咦呀，咦呀，咦！呀，我都过期了吗？小宝应该是过期了，你可以续上呀。对，开上也可以。这种感觉神奇，谢谢我们家死鬼送来的续费守护。又开始了吗？这守护群每天的话，我开直播都有那么几个先打头阵的开始续费，呼呼呼就上来了。我一直很有
谢我们的新海哥，谢我们的新广小六哥。好久没唱了，这个歌比较老了，都很少唱了。谢谢家死鬼送来的续费守护，还有我们的个人票，记得没有抢宝箱的也可以抢抢宝箱。今天我们就正常刷礼物就好，兄弟们，嗯，就正常直播，正常刷礼物就好。谢我们的星海，还有我们的不羁岛，以及我们的14258哥啊，还有我们的一生有你哥，以及我们的小游客，感谢我们的情缘哥，还有我们的天涯哥、朵朵哥。还有我们的四鬼哥，谢谢，谢谢我们的原野哥，还有坏然哥、面哥，还有魔镜哥。常规飘一飘，没毛病。老大，你是不是好了？没有啊？能听出我鼻子不透气吗？但还好，不太不是啥太大影响。嗯，老大，你咋没有赏金啊？什么赏金呀？赏金不是那啥吗？不是13号才有赏金吗？什么赏金你说的？谢我们的回忆哥，老大今天状态好，睡了一小天儿，那觉睡得老足了，感冒了吗？一直没太好，这哩哩啦啦就总淌鼻涕，完了总擤鼻涕，鼻子也疼，都鼻子都擤肿了。这歌还行，不是特别高。13号是决赛，现在那我有是不是我没乱斗的事儿？我一乱斗就出来了，应该一乱斗就出来了，是没乱斗的事儿，应该。像我们的新海哥，哎，我问一下，就是守护团在这块飘，我乱斗的时候他能看见咱家守护团飘的字儿吗？能呀，哦。哦，可以呀、啊！啊，没试过，一样吧？应该没有啊，因为我没有看见对面的字儿啊，就是对面家的什么有守护飘的字儿啊，我一直都是看咱自己家的飘，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着。报告，我有条鱼到，我不知道，应该是我乱斗一把，应该就上去了。我试一试，我乱斗有没有连胜呀？我瞅一瞅。七连胜呀，那我们对面没有守护，你又在炫耀是吗？那我们那个啥，我们那个能保一保就保一保，我试一试，应该是没乱斗的事儿，我刚直播呀。哎，是不是好友也可以啊？乱斗有赏金不？现在没有，现在乱斗的话没有，应该是13号，我看是13号的呀。不背锅呀，好，行，不背锅。这么多兄弟们呢，飘一下就知道了哈。我来个乱斗，这两天乱斗前100名，你这闭眼睛也100名了。13号才能参加，就是100个人，这100个人开始乱斗是不是？我看了，跟去年是跟不去年跟前一阵应该赏金是一样的，每隔八点吧，8、9、10开始一个，就是你不匹配的话强制匹配，赢3轮之后呢就可以把球踢出来了，嗯，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飘一下问对面能不能看见，我问问得了，你们别问，不好，你上你对面炫耀去，你气死呢。我乱斗半天也没有人接呀，也没有人接下来，没有人跟我斗啊。现在没有人呐、啊，我们要赢球球了吗？那没准，你有可能你碰着这贼狠贼狠的，现在这小电母多电呀，多强大呀，咔就给你抢了，那毫不留情面的，咔咔的，那鼻子不是鼻子，眼泪脸不是脸的，咔上去就是抓呀，那还抢别人，你能不能捂住自己的都不知道呢，我们尽力捂住自己的就好了，能抢的则抢，抢不过人自己也丢了，就是比较狠吧。如果说哎呀，明天我14号走呀，我看是十几号，我14号13号有可能就走了呀。
我开播你连我呀？不连，我只连我自己家的。你除非你签约七仔可以。我来这首歌啊，鹿哥啊，你不会九阴白骨爪吗？你让我挠谁呀、啊？我以为你是真的爱我，所以我才认真把握，不知不觉陷入爱的漩涡，抓不住解救的绳索。我为你付出了太多太多，从没忘过爱的结果，可是你一次一次的出卖我，一次一次让我难过。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你知道我是多脆弱，我做错什么你要惩罚我，如果这样你还说爱我。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你的剧情无法删过，如果你要解读滋味的承诺，请把我从前给你的爱还给我。还一笑而过，那是啥歌？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啊？是不是叫一笑而过呀？还是那个歌吗？啊，是的，好久没唱这歌了。谢我家傲雪哥，来了来了来了，好像刘若英的。不是，是哪影的？
哥，奶茶，谢谢。欢迎我阿信哥，弄来乱动了，还能保一保，我们就保一保啦。刘若英和那英，他那两个人呀都是英，对，没毛病。我们试一试上一个分啊，明了就是八连胜，救我啊，兄弟们，不要看啊，能凑百元榜的，这给我们凑一凑百元榜，来播下票局。玩万岁，对，一笑而过，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欢迎我红哥 OK， 谢谢我咖啡帽哥。哦哦哦哦哦，弯弯，好，来连到了。 Hello 美女你好。你好菲奥。哎你好，那我们用一半的时间唱个锅。嗯，好，唱个锅。嗯，你先还是我先？谢谢我们的苗威，谢谢我们泡泡。喝点水。嗯，好好，辛苦啦。那我唱一个啥呢？那我就来个一笑而过。这白马这些测测吧，能刷十个的兄弟们记得刷一个十个哈，去一下钻。有点忘了，好久没唱了哈。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我爱怎么了，怕爱的懦弱，这累了我，为你失了不语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也累了我，这句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被你直播间最近抽奖还可以，可以试一试。于是爱恨交错任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任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口舌心扉你深情的承诺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痴人梦话我钟情的一朵，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星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任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间，喜欢主播可以顺手点个关注哦，谢谢大家赞助。口是心非，你矫情的面容都烙印在心灵的角落，无话可说，我憧憬的结果就像残破光秃的伤口，我纯净的激动怎能放纵，管它的节奏不可收拾，你冷静的抛空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于是爱恨交错任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任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好，谢谢，就不客气了。哎呀，一家人嘛，哎，一家人不要那么客气。哎，对，我问你个事情哈，就守护不可以檀木嘛，对不对？你知道吗？啊，问我吗？嗯，对呀，守护是不是可以檀木？檀木的话，你能看到吗？是两个字，你说的是弹幕吗？发了个弹幕、啊、对呀，就是会弹在上面这一条。我没看见过，哎，我就知道他进来的时候，就是开那个守护进来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不是，就是现在我们家说话你能看到吗？就这个地方。看不到，没有的，没有的。哦，那只能咱自己看到，兄弟们。对对对。嗯，就像会上面就有这个，他们飘的是这样的字儿。我看看。哦，在上面顶部，哦，所以他们过来看看，是不是只有我自己能看见？我在对，就这样的，嗯、你能看到吗？看不到，那只有咱自己家能看到，兄弟们，嗯，别人是看不到 的。哎，录视频好像应该也是不影响的，只有直播间才可以录的话，就录小窗口这种视频的话，应该也不影响。嗯，应该是的。嗯，只限咱自己直播间使用，好像，应该是这功能只能限自己直播间使用。差评，应该跟官方沟通一下，就是相互都能说话，这种弹幕应该都能看见就好了。那他想的九九九啊，是九九九的吗？九九九能看到啊？不是，我意思是说，就是发弹幕的是九九九的，还一九九的，还都可以。一九九啊，一九九每天可以发一个，完了九九九一天可以发十个吧。哦，哎，他说你们咋你们开守护的怎么没发过呢？你们可以试试让他们弹一个，就在说话那个地方。哦，也有，但从来没有看他们发过啊，也有几个在呢。你们谁发一个啊？我看一下，从来没看过。哎呀，我洗个打字你可以看见，发弹幕干什么？一百岁，嗯呢，嗯，开守护可以弹，每天可以弹一回的，就是九九九可以弹十次，应该好吧？看见了吗？你这发的是什么？你这是喊话，兄弟。对，那中间是喊话，就在屏幕上面开守护就可以了。在上面，人家你看到刚刚飞瑶姐是刚刚是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是这个。我们俩的视频就头部的这块，头顶上这儿，在这里，这里。对，你发的是喊话。啊，你看对面，六六六，对，就这个地方就可以说了。哎，那是他们好像也可以在那个，就是好像喊话也是在那个，是不是只有电脑才行啊？手机也可以的。哦，就发弹幕写着笑，你们研究研究发弹幕，就是扣字那个地方。我怎么弹不了？云哥，你是不是弹过一次了？弹过一次就不能弹了。我感冒，我一直都没咋好。我头疼，主要是感冒对头疼。欢迎兄弟们回家，刚刚回家的兄弟们记得把那个免费的小桃心走一走。再次感谢我们的九九，谢谢我们的十九九，谢谢我落叶随风哥，谢谢我们家小游客，还有艾菲儿，谢谢我落叶哥，还有舒泡泡，以及我们的小宝找不到女朋友，那都看看直播，都看看你呗，不找了，找那干啥？看看直播多好，还得哄，还得买包包。谢谢我们家咖啡猫，感谢我红哥一号男嘉宾，谢谢原野哥。
完了给九舅，十九舅啊，老丁管那个十九给你落下来，给我们的十九舅给那个点点关注啥的。十九舅，你是改名字了吗？我记得好像，但是我老婆不仅不嫌弃我，还给我生了个千金，不知道表达情意。我点一首十五的月亮给我老婆吧。天涯原来啊，原来天名字叫天涯是吗？现在改名字了是不是？我不会唱十五的月亮呀，我就会哼哼那一个调啥的。还有江源哥，抱下江源哥。那我给你唱个老婆最大得了呗，就啊，有啥想听的歌？行，就是表达一下咱们的心意，送给我清源哥，还有送给嫂子。九儿安排的不得不听，你说十九舅吗？你听好不亲切呀。我想要为你画个小心存的电话号码都要准备一下，每天让你检查，听老婆会发达，怕老婆会发达。很
兄弟们直接把那个小糖心送一送，还有一个棒棒糖走一走，谢谢大家 ，Thank you。谢谢那夜的雨，谢谢我们的先生的彩汤哥，还有我们的兄弟的茉莉体啊。师兄，今晚有没有啥想听的歌就说会话，正好我们过一会儿沾一会儿任务。完了，下边人疯了，一秒要为我生小孩。谢谢我原野哥送来的锦鲤。你唱的啥都好听，有没有什么最想听的歌？因为飞儿唱的歌吧确实挺多的，嗯，但是呢挑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歌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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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谢我舅送来的守护啊。哎呀，我又来了一个守护。对呀，你不说守护又忘了，现在是571，昨天571完了掉了，不知道谁的掉了，记得看一看啊。现在571个，距离我们的600呢还差29个，还差29个。下方一共是26个，我们现在还差15个没有过完战役团。嗯，菲尔比以前漂亮点了没有啊？都是一样的，没有啥。我觉得以前比现在好看。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啦啦啦，还有好多没有开通战役团的兄弟们正在夸我好看的那个夸的那个小哥哥，你们可以那个啥呀，你们可以帮我这个点一个集结吗？哎呀，这个大双环真漂亮。没有开通的兄弟们可以帮忙开通一下，就夸我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夸我的那个。以前不会化妆吗？以前那哪是化妆啊，就是相当于化妆品贴脸上了，那不是画的，是贴的。现在也不会化妆，就没有研究过这个东西。老大我回去了，兄弟们玩得开心。好的，那就拜拜舅，也谢谢舅送来的礼物还有守护。完了，兄弟们跟舅拜拜啊！也欢迎得知你姓，失之你命。这是一个情话吧？下方集结没有点的兄弟帮忙点一点集结。拜拜舅，拜拜。还有下方的集结，我们还差11个，帮忙过一过下方的集结。如果说没有开通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把那年度盛典那个框框那个任务条可以这么滑动一下，就会看到下方的紫色的这个真爱团，写着真爱团召集令就可以开通了。我们还差9个，他有点占便宜，谁？哎，我就想你说平时的话身边有一个成天就会就跟你说那个什么呢，欢迎青楼哥还有逍遥哥，成天跟你说一些名言名词儿啊，我估计我都听不懂。这首歌你现在咋的了，呵呵，先集结别唠嗑，还差5个，闭眼睛都过了，兄弟们还差5个，这是第一个，还差4个。没有开通的可以点那个小黄色的，有个年度盛典可以滑动一下就看到，轻点滑，别滑跑了，滑丢了。我这歌也在学呢，学会了给你们唱。谢我们的玄心哥，19就这个占便宜。哎，名字就这样嘛，咱们家也有好多，就是好多就是也但是没有叫旧的啥的哈。还差三个。因为每个家都有一个团体，你看幸福家是狼团，对不对？完了九儿家是舅舅团，咱们家是69军团，那不一样呀，每家都有一个特点嘛。咱家有个飞舅，嗯呐。OK 过了。师傅团、排配团、69军团、守护团、真爱团，这不都是团吗？还有大叔，对，还有大叔，亲戚多，
主要是咱家亲戚发展的没有人家九儿亲戚发展的多，你九儿家全是舅亲的，从二舅一直现在都排到十九舅了。还有麻将团，嗯呐，明天弄一个姑娘团，不好听。羡慕的月亮感冒了吗？有一点感冒了，它始终没有好。计时团也不是啥好玩意，不要那个团，不要那个团，太吓人的团。老大，你这是警告吗？是的，情缘哥，警告啊！我们就需要六九军团就好了，不要计时团，不好，不用就不像好团。再弄个面团，那不行，整个舅妈团，舅妈团应该是九儿他家弄一个，一个人带着一个师傅团可以，师傅团这个不好组织。我感冒不容易好，我有的时候一感冒都十了天，我得抓紧好呀，不好的话不敢出门，害怕给扣呢。你学会了弄好了发到 KS 里面呀，到时候他们会有录屏的，他们就会送了，他们就会送了，他们就会发了。如果有门槛太高了，主要是一般他也不当我师傅，就是可能就是把我当个孩子一样，因为可能就是家里边有儿有女啊，看着我呀、啊、就比较像的那种，可能就是在他眼里有的时候我说师傅呀，你是不是生气了？你这傻孩子，我啥时候能生你气呢？这聊天的话都是管我这么称呼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说师傅也好或啥也好，但可能感觉就把我当成自己家闺女似的那种感觉。平板想当师娘了，那师娘有点多，我一个大师娘，还有个小师娘。那你是哪个师娘呢？一开始说陪你到老的人，现在他还在吗？哇哇！谢谢我家阿飞儿，感谢我家阿飞儿送来的纯挚爱守护，这个是挚爱守护。感谢我家阿飞儿，为您开启了两个月的挚爱守护，您已获得第二个月的守护。感谢我们家阿飞儿 ，Thank you！ 感谢我家阿飞儿，兄弟们，感谢一下我们的阿飞儿。给师傅整成暴力，再整成暴力，他这个脾气性格不太好，我害怕给师傅带跑偏了，一天成战争粉就坏了。那你要师傅咣咣在公屏要骂上人的话，那可笑。暴力师傅，我怕他给我带跑偏了，我师傅。给我家阿飞来首歌，真是爱你。多少爱情的传说，在这里的结果。人生都有许
是多心爱你，真心情的我们一起喝。我唱歌的时候大家扣扣妙妙，我们涨一涨热度。谢谢兄弟们辛苦了，感谢我们辛苦。多少爱情的传说在这里的结果，你的眼神告诉我幸福的下落，爱着你的执着，爱着你的洒脱，所有在心里的话都想对你说，我不想你寂寞，我只想你快乐，人生总小可爱，感谢我们的南帝哥，谢谢我梦醒哥啊，哥的名字叫真心爱你。谁过生日吗？马丁小哥哥过生日吗？长虹老师抱一下。感谢我九班哥送来的续费守护，可以这守护啊，项链嘞。基本上我估计掉也掉不太多啥。马丁小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过生日嘛。每个人过生日一年就一回，如果你们谁过生日的话可以跟我说一说，有我微信的话可以跟我说。好了，我可以点首歌呀给你们唱歌听。我让大家给我们的小哥哥送送祝福啊。马丁小哥哥啊，你有没有啥想听的歌呀？感谢我马丁哥送来的守护，欢迎歪哥，欢迎兄弟们回家，谢我歪哥。马丁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你可以扣在公屏上，我能看见，或者是你有微信，跟我微信说也行。
守护了呢。估计太热情了，现在有点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是不是？想哥，你先想想有没有什么想听的，给我来个乱斗。你想好了，把最想听的那个歌可以打在公屏上，我就能看见。没跑，在呢。我扣字你能看见不能看见的歪哥。要听走江南是不是？好嘞，不能整岔劈了啊。谢我九半哥又一个守护，感谢我九半哥。他是搁上面跳的是不是？你看我哥就是聪明，我不跟你们抢，我一天16小时在线。来首《走江南》送给我马丁哥，祝马丁哥生日快乐。
谢谢我们的小哥，谢谢我们的夏夜，还有我们的歪哥，谢我茶师哥，还有别理我。哦，对了，清源哥今天习习，哎呀，我看啊，别整错了，是吗？习得千金。那今天嫂子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嫂子在旁边不？嫂子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唱给老头们听，真能闹，也很年轻，好不好？像我们的好男儿，嗯，那得庆祝一下呀，是啊，喜得千金呀，多少斤？先问一下多少斤？刚才差了一个老婆最大嘛。好了，兄弟们可以恭喜一下我清源哥，我清源哥怎么说呢？应该是陪我直播有五年了吧，应该有五年了。嗯，陪我看我直播，一直在直播间守护着我都有五年了。嗯，六斤九，你咋知道呢？六，哎呀，不可能啊！我说的呢，懵的吧？你是不可能六斤九，多少斤？应该好像正常的话，不得都得六七斤吧？是不是六七斤啊？喜得千金，嗯。起个名字的话在直播间不能公布吧，千金，嗯，六斤九两，不能六斤九两，千斤是得半吨吧，嗯，两千斤是一吨是吗？千斤半吨，嗯，那不能叫半吨呐，你白银呢，五到七斤属于正常吗？喜得半吨。你们过分了，还喜得半吨，六斤九两刚刚好，嗯，六九千斤，嗯，我应该是叫六九千斤，不能那个啥，应该是好像也就一年多吧，连结婚呀带这个孩子应该一年不到两年的之间吧，嗯，慢慢都好起来了，叫六九千斤。你不能给孩子整个起名叫六九千斤，那小名叫半吨，你不能那么起，你们怎么这样呢？嗯，等我问问，嫂子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我问一声啊。走啊走啊走在浙江南。嗯，不能叫那个啥，过小公主，对，小公主。欢迎天爱人哥，欢迎 NW 哥。这样吧，你小名叫小飞吧。完了要像菲儿一样，以后你管他叫没小名，你就管他叫小飞。完了，小时候你就从小你就告诉他，你就看我直播，看不看？这个就是你非遗，啊！你一定要长大会唱歌。脸红若鲜，我是你，叫小飞机。不行，这管我得要叫的话是姨还是叫姑啊？这我不会排辈儿我。那咱们家兄弟们的，就是有孩子，管我应该怎么称呼呢？是不能叫姐，得叫姨啊，还是叫姑啊？完了又一个啃猪蹄儿，你咋那么反应？我就不喜欢听啃猪蹄儿呢。唱个老婆辛苦了，哎，对，可以。叫姑姑哈。叫姑是吗？小姑，姑姑，没有姨好听啊。唱给谁来听呀？我是你。就在我们这边，可能长辈啥的都叫姨比较多。嗯，就是嗯，叫姨比较多吧。嗯，来个老婆辛苦也挺好。欢迎我们有缘相见哥。嗯，老婆你辛苦啦。哎，对，可以这个歌。比较符合啊，比较符合，叫姐姐。
一定，但是唱歌可以跟我学习，这数学啥的就不要跟我学习了，还有语文什么的。母亲这边叫姨啊。快点长大来七彩这个是老公辛苦了，我看看老婆辛苦了呢。老婆，我可以把改一改啊，我说是老婆辛苦了，咋没有这首歌呢？要是平板生的管你叫姨啊，明白了明白了，有的时候嫩也懵，你现在告诉我过后又忘了。自从和你组建了这个家，我知道我的责任变得重大，每时每夜我都呵护着他，让他受到任何风吹雨打。对，气球全打。我是你的计划，也是双方老人都期盼的一样，是男是女我都无所谓了，只要我们有一个真的假。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辛苦了，缘分让我们在一起，一辈子相互牵挂。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辛苦了，只要能幸福我们的家，再苦再累我也不怕。嫂子辛苦了，来追加一下。好了，没有点集结的兄弟可以帮忙点点集结。要个宝贝是我们今年计划，是双方的老人期盼的一样，是男是女我都无所谓了，只要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老婆你辛苦吧，老婆你辛苦，集结的兄弟们记得把下方的集结也点一点咯，
人数不够啊，一共是26个。如果说刚刚进来的小兄弟们哈，所有的游客大爷们还有弟弟们，如果说没有开通战役团的情况下呢，可以帮忙开通一下战役团。年度盛典就下边有个小框写着年度盛典，你滑动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役团召集令，是紫色的呀。欢迎香十哥，是紫色的呀，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它是紫色的一个小框，每天呢会有26个人集结啊。现在我们已经有9个人点那个召唤了，集结的话就是每天可以免费点。你开通了战役团1块钱，感谢密码哥送来的守护，哎，续费守护，我的续费啊，我估计下月应该不会掉太多。这个地方还差16个人，16个人啊，还差16个，一共是26个嘛。这26个宝贝儿哈，我告诉你，每天都可以免费的点集结，每天都可以瓜分下方的红钻，一定要帮忙开通。喜欢客人每天看直播的兄弟们，就是每天也是看完了动一动小手啊，辛苦大家了。欢迎我香十哥，抱一下香十哥。你牛，召唤还差14个，还差14个，还有4分钟的时间，13个了。如果说没有开通的话，可以帮忙开通一下，一定要滑动一下哈，一定要滑动一下。我给大家转播一下什么样子的，我弹个窗子。完了，过完了之后呢，我们来集体，我们战役团的兄弟们来点个歌。能搭吗？搭把手的兄弟们可以帮忙搭把手，还有两分钟啦！欢迎我家这个自由哥，欢迎百分百哥，谢我们的颜值过亿。哦，我们已经不到18个人了，加油啊！还有8个人，谢谢我们的陈辉哥。没有集结的兄弟们直接把集结点一点啊！没有点召唤的小哥们必须是没有费的真爱。没有分的真爱，如果说你说哎呀老大我还想给你开，不好使了，一个人只能做一次，就必须是新来的人啊，新到直播间的小兄弟们，没有开过战役团的才可以。就是你有100块钱也做不了这个任务，你有10块钱也做不了，必须是1块钱一个人做啊。还有6个，如果说没开通的话，必须是没开通的之后是做不了的，一个人就1个月就好，千万别多开，等掉了之后再开啊。像迷茫哥还差一个，开完了哈，不要开多了，我们就开26个就好。现在还差一个人，不要多开哈，还差一个人，哎，够了就不要开了，大家啊，我们到那个下一轮的时候我们再开，还有一个半个小时，到9点半的时候还有 ，OK， 已经过了，谢谢大家，辛苦啦，兄弟们，我们来点首歌，让战役团的兄弟们刚刚开通战役团的，谢谢我九万哥又来了一个守护，谢谢我九万哥 ，Thank you， 谁撞花了？成功的真的太难了，搜一下我的歌啊，真诚面对，
运气太好了，必须的嘛。恭喜我们中红钻的兄弟们。10分钟，再等19分钟，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摘召集了。也再次感谢迷茫小哥哥，谢我家迷茫，谢我家喜神哥，谢谢我们茶圣哥，还有我们的咖啡星星送来的音乐盒，谢我们家游客哥，谢谢我们的东总哥，还有开心哥，欢迎小威哥。我要来一把乱斗了，兄弟们，能搭把手我们搭把手啊！六六扣不了，你是不是没有会员呀？在这吧。谁给你进的啊？你要是没有会员，我给你上一个哈。完，你还差一级，正常我们家是5级的。我这个乱斗了，我的妈呀！哎呀哈喽，哎呀，晚上好哈喽，菲儿姐，好久不见呀！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个乱斗我也是太难了，我的天！我好不容易凑到了1000块钱，我寻思出来乱个斗，我竟然碰到了你，我的妈呀！我也挺难的啊，都挺难的，太难都难。谢我相识哥，你们打年度还行，我。没打，你没有打年度吗？没有，没上。好像我感觉你好像变样子了呢，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啊，啊，越来越漂亮了啊，越来越漂亮了。我不知道，好像哪块变了。要不人家是电母呢？你看看人家那么会唠嗑。这个已经有点变化，越来越漂亮了。但说不出来哪有变化，就是感觉变了，变漂亮了。那变漂亮的是指定变的，但是你要说哪块变了，但也说不出来哪块变了，就是我可能是整容了吧？我可能是不是，嗯，谢谢，感谢兄弟们。那咱唱个歌还是咋吧？我行，我都行，我听你的。嗯，那我们就唱个歌。
行，我先来吧，你唱歌好听。好，那我先来唱。谢谢大家，刷十个十个，集个钻石，兄弟们哈，加油！咱们上上票，兄弟们，别拉低人家那个菲儿姐 GDP 啥的，能整点整点。然后人家正好也拉票呢，都上一上，上一上，动一动，动一动。嗯，啊，喜欢听菲儿姐唱歌，太好听了都。感谢我安全哥，谢谢大哥。感谢门童，谢门童。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好，我就唱到这，时间给菲儿姐。啊，这么多时间呀，你这唱了没几句，我觉得呀，我还没找着歌呢。我看我唱一个那个歌叫啥名了，我给忘记了。嗯，我就随便找一首吧。是燕南飞燕还是南飞燕了？我怎么忘了呢？感谢我茶生哥，谢谢兄弟们。嗯，我忘记了，我唱那个是燕南飞燕还是南飞燕了？你们可以刷十个十个的，可以抽抽那个红钻，兄弟们。来个有激情一点的，稍微有激情一点，那个太安静了。对，刷十个十个可以集一集，是燕南飞吗？还是南飞燕？我没搜着。我的脸上啊，就这边帮忙打把手吧，小票，救命啊！燕南飞是吗？一会儿搜一下，忘了这个歌名叫啥了。谢我苏苏哥，谢谢我们的天地后大哥，感谢 NW 哥。小一哥，谢安辰哥，谢谢这个大哥刷了那么多一三一四，我的妈，我能有这些钱，我就刚才就凑到了一千，太吓人了，我的妈呀！感谢大家，谢谢兄弟们，啊、真好听，真好听，太喜欢听你唱歌了都。嗯，别说我唱歌，别说其实我除了唱歌的话也不会别的了。妈，这都太好了，这都。哎呀，你在哪个？你在那个综合是不是？嗯，是的。哎呦我。中和可挺难，现在是吧？嗯，还行，还可以。
还行吧。这个还、嗯、对于你们，对于像你们这种主播来说的话，反正上到哪都是开心就得了，就是最后没有什么。我基本上就是忽忽悠悠的，迷迷糊糊的，栽栽愣愣的就进来了。你哪是栽栽愣愣的？你是实力就在这摆着呀！你都太厉害了，你都。我其实我今年年度不就是随意了吗？也没想到，完他们没事的话，我家守护团可能比较多，完了散票也多，完了真爱团每个人刷五个，还有散票，完了没事再抢抢宝箱，我家的散票就上来了，大哥都没有咋刷，就基本上你可能是票也是少。你是全歪歪，我觉得是最厉害的，就是军团主播了。我觉得女主播当中太狠了，没有，就反正就呼呼的就不知道咋的，他就进来了。完了，有的时候我还休息了两天，完休息两天也进来了。反正票不多，这组不狠啊，不像别的组那么狠。对啊，人家有实力啊，这对啊，就这么多年，好像我在歪歪当中我见过，好像女主播军团，可能你家是最牛逼的了。真的太让人羡慕了，兄弟们挺厉害的，不光是说抢票也好，哎，都是他们挺给力的。你说咱们往这一坐，你说谁最厉害？主播不是最厉害的，就是捧你不厉害的话，哪能有这么多兄弟们喜欢你啊？肯定还是就是命好，真的就是命好，就是能就是坐在这儿，咱们主播都不厉害，厉害的是兄弟们。我就觉得那捧着咱这些兄弟们，还有捧着咱这些的大哥都挺辛苦的，主要新奇他们、嗯、真的新奇。六九军团确实牛逼，嗯呢。散票最牛逼了，但是咱家咱还可以呀、啊，我一看散票也可以呀、啊，上来的没有，就是大哥们在上，这没有大哥你就能打出这些钱呢？打不过，累死了，打不过。行的，别谦虚，会越来越好的。嗯，我尽量吧。我一看到你，我都觉得好像你自带光环，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感觉好像满身都在发光。其实我乱斗啥也很多都是有的时候大哥在，有时候大哥不在，就是散票帮我上一上，就比较随意。那、哎啊、拜拜。不能山人的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山水岸，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苍天对你怎不管？一座山能跨一条河，走过千山万水都不寂寞。你来多年化悲传说，百年杜鹃不叫河。不能山人的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山水岸，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怎不管？一座山能跨一条河，走过千山万水都不寂寞。你来多年化悲传说，百年杜鹃不叫河。兄弟们 thank you， 不经夸一夸就飘，不是我是你们哦。感谢我啊，谢谢无名哥，谢谢我相识哥，谢谢我素福哥，还有我们的空难的心，以及我们的梦醒哥，还有我们的茶生哥，以及我们的 NW 哥，还有微信哥，谢谢我们的李哥，以及我们的火火火火火啊，战役团还有8分钟我们就要开启了，欢迎歪哥，如果说没有开通的兄弟们可以帮忙一会儿开通一下。
肠胃还是不太舒服，老往上打饱嗝。NW 大哥可能是卡住了，哥你可退出一下再重新进来试一试。吃了就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感冒，完了可能肠胃还不太好，都赶一起了，完了有点鼻涕，但还好控制的比较好，就是提前感冒的时候就把药吃上了，提前吃感冒药是好使的。但是丫头我发现个问题，咋了感悟哥？我好卡呀。哎哥你卡，你退出一下，或者是你找一下那个视频下边有三个小杠杠还是四个小杠杠，点那个通道啊还是什么的，你选择流畅模式。可能今天呢今天没洗头吗？没洗。老丁给我打岔。肠胃感冒吗？也不是肠胃感冒，就是好打喷嚏完流鼻涕，半夜的时候睡觉咳嗽。老丁你叫我干啥？老丁你都没有我的真爱团，这的切换线路都是啊。那你切换了你看好使吗 ？NW 哥，熬夜有关系吗？可能多多少少也有点关系。你今天去逛街了吗？没有。你要我要出门的话太费劲。你看我轻易不出门，一出门就飞机呀、啊！我告诉你啊。小汽车我都不坐呢，现在我出门都坐飞机，要不亲我都不出门。像我们的喜神哥就是懒，我是真不愿意出门，我连门我都不愿意出，你别说小区了，我连我家这个屋门都不出去，天天就什么门，直播间门、洗手间门、卧室门，就这几个门来回的出门。女嘛，我最长的时间是好几个月都不出不下楼一趟。我们家厨房是开放式的，没门儿。绥化机场建好了没有？不知道啊，绥化机场不知道建没建好。一个宅女嘛，我以前没有这么宅，以前的话我可愿意溜达了，自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这两年嘛，前两年还好蹦的蹦的还愿意出门，就自从这两年就最近吧，疫情以后这两年完了之后就不出门了，就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出门美甲我都不去了，除非那手指盖都不行了我才能去。我没有抑郁症，卡死了。飞翔哥你也卡吗？我的小三轮车已经进库了，开不了了，下雪就完犊子了，走不动道，一走道就出溜那轱辘。你要不下雪的话还行，地上没冰的时候还可以开一开，有冰的时候开不了，它出溜嗖嗖的跑。自闭症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不愿意跟陌生人说话，就是我就自己家人可能说说话，不认识的人都不愿意说话。就在直播间，你看我乐乐乐还挺能说的。现在，以前我以前的性格跟现在的性格是比较反差的。以前光唱歌，在直播间不说话，可能现实还会说说话。现在的现实不说话，在直播间还能说点了。感谢我们的如沐淋雨哥送来的助威票。谢谢大哥，你都跟我差不多，有很多人都真实的，真是自闭症吗？那我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呀，是不是心里有毛病呀？以前的朋友也特别多，现在也没有什么朋友了，这朋友都在直播间里了。人家都是喜提宝马奔驰，你提个三轮，那咋的了？
网络自闭症吗？也不知道，怕接触外界吗？也不是，也不害怕呀，就是不愿意跟你外边人的接触，也不愿意跟你说话，也不愿意跟你聊天，也不是害怕人家，就是觉得我觉得我没有啥跟他说的呀。我问你，卡个环吗？你做主播吗？那我觉得除了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没有啥问题跟他聊的。我有点跟社会脱轨，有那么一点吧。他们就是让我妈还说你不能天天就是在家待着呀。就以前的话，你就成天溜着，那跟那个啥脚长那个新长草了似的，搁屋待不住。现在不行，现在跟以前反差就是比较反差。对，可能与社会就是人家可能是哎，这个东西我都没有见过，你知道吗？我就他们用的东西啊，或者什么东西我都没有见过。我就觉得很稀奇，哎，很奇怪。他说的，哎呀妈呀，都好久了，出了这玩意什么的，可能就我不太，我都不知道这是啥玩意。我不是自闭症，我就是没有时间出去。出去的话，来来回回我太累了。你与世隔绝了吗？我还真希望我哪一天的话，我不直播，我上个林子里边建个小屋去，完了养个鸟，养个狗，往外一拴。谢谢我们的入林雨大哥，大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跟你非说啊？哎，这没有黄吗？是不是？我给大哥卡一下马甲，先给卡上，先给大哥卡上马甲。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因为可能也是做主播做的吧，年头越多，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越做呢，就越觉得可能就不愿意出门了。爱好不一样，我就有时间我可能就喜欢坐在电脑旁边，就是习惯性的了。以前刚直播的时候可能坐不太住，坐着我就要出去溜达一圈，我再回来坐着出。现在就是往这一坐，就是地球不爆炸我都不带起来的那种感觉。哎，鸡姐好嘞。我追加一下我们的奖励啊。我是哲家俊，那你可以帮你飞开个真爱啥的，帮你飞做个战入，方便的情况下就帮一帮。歌的名字是当爱离别时，这个是 DJ 版的，你再你放一个。我是李家军，也喜欢飞的也可以开个真爱团任务，不管是谁家来到飞直播间的都是好朋友啊。找你们喜欢听歌就给你们唱歌呀，在我直播间好好玩就行。没事，你们谁家我都喜欢，来帮我做任务啥的哈，记得你们喜欢听啥歌就给你们唱一啥，只要不骂人好好的，在我这全是好朋友。找你骂人不管你谁家都滚犊子。下方集锦没有开通的兄弟们帮忙开通一下。下方集锦，哎，快呀，直接秒了七八个，还一共是26个，已经完成了8个。如果说没有开通的兄弟们，可以这个真爱团召集令滑动一下，滑动一下，完了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召集了。谢谢我们的如木哥，感谢如木林雨哥。老大，你这是骂人吗？不是骂人呀，就是我们的，可能就是我们这边的口头语什么的。你知道不喜欢随化七彩偶遇了，好的，偶遇吧，偶遇。你知道那个不喜欢在东北叫啥吗？不喜欢，那是你不喜欢，不叫稀罕，叫膈爷。
其实我们这个东北话其实挺有意思的。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挺搞笑的，到时候捋一捋啊。那叫损出吗？损出就不是，不叫损出，那不叫损出。喜欢怎么说？喜欢叫稀罕，稀罕你就喜欢你。会不会摘团任务哈？一共是26个，我们已经过到了10个。我把摘团任务拉一下啊，弹个窗。我也看了那视频吗？那我也看了。损样是什么意思？损样就是。这损样就是损色呗，我稀罕你，我也稀罕你。下方战役召集过一过啦，要不然过不去了，兄弟们哈！刚刚回家的兄弟们，把战役团的兄弟们召集过完了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小桃心，那个是免费的哈，在包裹里，你每天都可以送给我。欢迎我无名哥，抱一下无名哥，快无名哥回家。而且有个小桃心，那个小桃心送出来，再送一个棒棒糖。如沐，如沐淋雨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给我哥，哥给我哥来首歌什么的。1 2 3 go。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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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我爱吃肉哟！战役召集，我们还差15个人，没有过的兄弟们帮忙过一过。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跟大家预报一下，11点的时候我要带大家玩王者，欢迎全世界哥。玩两次呢，就是我输了，我给大家发红包，可能我不在群里发了哈，我可能在那个直播间里发，多发一点，到时候完了，你们要是输了呢，你们把守护开上，或者是续费续上，没别的要求，就这一点要求，行吧？还差十二个，我安琪拉吗？我不用安琪拉了，我随便用一个都可以欧合。是微信呀、还是 QQ 啊？是微信的哥。你有，但是你们得有我微信啊、你要没有微信，我拉不了你呢。或者是你没有群的话，可以进一下群，发群里边。我有你微信，欧合，有我微信就可以。下方集结没有过的兄弟帮忙过一过集结，过过集结，兄弟们啊。买装备那玩意儿不用买装，不用装备也可。我没王者，你们可以看着我这个技术，国服安琪拉都不用安琪拉也照样手出。还有2分钟的时间了，先把战役召集过一过。小胖问一下，小胖在那个麦序上的吧？胖胖你上一下麦，让他们加一下好友，给你们拉下群里边，都不玩微信，真能闹。还差11个。一共是29个，我们已经完成了15个，还差11个。如果说战役团召集这个地方有一个年度集结，年度盛典，可以滑动一下年度盛典，滑一下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役团召集了。没有开的话还差10个哈，没有开的话可以帮忙开一下。QQ 区有没有？QQ 区我没有，又要落地成盒了，还差10个，那玩意儿不是落地成盒，有复活的。他不是吃鸡我玩不太明白，迷糊。还差九个，谁跟我一伙儿？现在我玩吧，饿死了。世界哥有没有过战团任务？11点的，好，那你跟我一会儿可以啊。下方集结过一过了，兄弟们，没有开通的我们还差7个，我们就开通完了。如果说找不着这个集结在哪个地方，就仅下边哈，视频的下方，就你们控制聊天那个地方有个年度盛典，歌手轻轻一滑动就能看见了。什么任务没懂，就是真爱召集啊。我看全世界哥你有真爱团召集，真爱召集你滑动一下，这个地方不有个年度盛典吗？搁手指滑一下手机就会出现这个地方，就有个小点点，你可以点一下那个小点点，你要送一个礼物才能点这个集结，就是免费的。还差一个了，兄弟们，还差一个。
我现在整明白了，还是小胖帮我整明白的那个啥呢，转评啊。谢谢我们的关山雪清哥送来的守护，我看还有几个守护啊。哎，全世界哥你会玩吗？现在我们的守护是572个，还差28个我们就完成了啊。过了过了过了，谢谢大家 ，Thank you。嗯，主要是没宝。嗯，小胖厉害呀，小胖研究好半天呢，完了去找的官方啥的，给我弄的。看看我这个电够不够多，电70多电应该够玩两局的了。就你们想开守护，可以点上方的头像这个地方。我这个扎头发的时候还在手上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个头像，你就可以开了，199就好啊，不用开999的，有两个199的。丫头，你唱一个《思念绕指尖》呗，《思念绕指尖》，我就和声那个地方我唱的不太明白，唱是可以唱的。充满电，晚上带你飞，好。我带你，如果我带你上王者，如果上不去的话，每一把200块钱就可以。上不去的话，你们就可以，退你一块。你就不给面子，王者王者呗。我来个乱斗哈，正好也给我无名哥唱首他喜欢的《不过人间》，收200退一块划算。那你就直接那个啥，我怕费事啥的，还得来回转，我都限额了，你就直接199开个守护就行了，省得找人啥的。欢迎全世界哥。声音下降啊！完了，兄弟们有票的兄弟们可以帮忙上一上票啊！有票的你就可以走票，有球的话就可以走球，有啥我都要。我等你，我不会那个啥，我们玩的话就是10个人一起玩，不玩那个就是5个人跟对面皮的10个人。但是有一点呢，你能看见我的队形啊，我们吃亏呀、啊。豁牙子吗？我牙掉了。嗯，问那个红钻干嘛用的？你中奖了吗，哥？那红钻呀，那个红钻可以刷礼物的。他，你要是刷礼物的话，要多少？他直接会，我给我家哥哥凑凑，直接会提前消耗你的那个，YB 续一下。小胖子，小胖子，小胖子，小胖子不理我，谁？吃鸡了，今天也吃鸡了，昨天也吃鸡了，咱们怎么来呢？有10个可以刷10个，我们还有马上就开奖了，还有1个多小时。嗯，那咱俩怎么来？你给我留一半时间吧，菲儿，我是个讲故事的。哦，行，那我来这个歌吧，也送给两个频道的兄弟们。吃鸡我不太会玩，一玩我就迷糊。龙弟儿，你一开枪给我吓一嘚瑟。那大世事都大度宽容，伤害又何曾停止？那大世事都温柔忍耐，难过又何曾减少？善良的你掏心掏肺，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你色酒也不好过，却要替别人的故事感动。月亮月亮你别睡，哦，迷茫的人太酒醉，思念的人已经不在，人生苦一堆堆的苦。起来也不
世界和那个红钻就相当于你充个 YB， 它红钻去三个零就是 YB 的价值，它100个红钻是一毛。你要刷礼物的话，有红钻它消耗，先消耗红钻，完了再消耗 YB。 照顾好你自己，这回你懂了吗哥？你什么东西？可以在钱包里边看到红钻，它好像是有日期的。哪怕事事都大度宽容。我就唱在这，谢谢我们的阿努比斯哥，也谢谢我们的飞鱼。嗯，我先闭麦。好的好的好的，我老是忘闭麦。那我讲恐怖悬疑，你也可以讲情感的，要不菲儿你挑一个类别。我啥都行，你讲嘛，没有关系的。我也没有听过，你有什么讲故事，我们也听一听。谢谢我梦醒哥，哇！那感谢我们的父母送来的海景别墅房。鬼的，不害怕的。那讲一个禁忌吧。我觉得大家都照镜子，咱们讲一讲镜子的禁忌。镜子被认为是一种沟通阴阳的媒介，在夜间阴气重的时候照镜子，会吸引鬼魂从中现身。在中国的风水学主张卧室内不放镜子，镜子